再看他母亲啊，从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，啊，绳人准备拴娃娃，拴那泥娃娃，哟，我妈还套个狼，你看，抬头一看，是老娘娘怀抱一个，抱这个，嗯啊，这个不能拴，为什么呀？长大以后真命天子，哎呦，没那个命，没有啊。低头一瞧，地上趴着一个，地上那个，这也不能拴，怎么呢？长大以后淘气不好养活，哦，撒欢儿，再找吧。旁边老和尚念经，嗯，还没念完呢。哦耶，然后呢，再看他母亲，哎，接着找。等，那个就是经我就不管了啊。这叫哦耶是什么意思？哦耶是梵文。啊，我不管什么就是什么意思。就是、啊，就是什么？快来那种意思。这个孩子快点来，哦，啊！耶，快来！嗯啊，咱们现在照相那个欧耶是什么意思？嗨，这就是快门啊！你甭管了，哦，就是快字全是。你不要再问了啊！哦，找吧，还不让问了。找了找去，找了找去，在老娘娘供桌底下发现四个娃娃。那桌子底下有四个？对，有谁？有你啊，有梅艳芳、柯受良、张国荣，你们四个。你说我跟仨死鬼混什么呢？你母亲一眼就瞧上你了，瞧上我了。哎呀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是这是我的娃娃，嗯，把你抱家去了。好啊，到家以后不到一个月啊，嗯，你母亲怀孕了，真灵啊！不服行吗？不行啊！不服行吗？不行啊！老和尚多灵啊！对，老和尚多灵。我的天哪！